今天，李嫣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一组出海游玩的照片，瞬间吸引超多的人围观和热议。画面中的李嫣在海滩边身穿吊带内衣，露出整个后背，曲线曼妙，没有一丝赘肉。年仅15岁的李嫣打扮得如此成熟，穿着如此开放，在国内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李亚鹏和王菲的家境显赫，因此李嫣长期在国外留学，接受的文化也都是西方文化。虽然出生在明星家庭，但是李嫣的命运也有点坎坷。刚一出生，李嫣就患有先天性唇腭裂，7岁时父母就离婚，李嫣被判给了爸爸李亚鹏。经过这些年的治疗，从现在的照片看来，李嫣恢复得不错，就基本上和常人无异。此前14日，李亚鹏便在社交平台正式官宣了结婚生子的消息。李亚鹏老来得子，15岁的李嫣也要升级当姐姐了。